年人一切特别是他院筹备正式结束的。在亚生意当中，中华区得到的26面金牌，头摆呢都望是有安好的好成绩。总统蔡英文除了接见中华区的县署以外，今日下昼一点，还来好的美国政协亚球泰帅庆祝的方式，特别奉节来派英雄泰游行。对总统府前重庆南路出发，亲民去到台北市政府前广场，还阁坐松城巴士接受街路巷的民众热烈欢呼。在民众的欢呼声当中，台北市太原中华代表团游行茶区，天天的对总统府头前快头出发，路上有遇到忙见热情的民众，提给欢迎。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跟他们讲加油啦，因为他们运动员我打球我也知道运动员其实真的很累，就是有时候会感觉很孤单，对，所以我觉得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在背后支持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摆台北市太原中华区的都安好成绩，底下诸位游行呢有众多民众同热情的来分享夜钓，地区台北的记录方都占到年庆祝气氛就像嘉年华一样的热闹热。第一游行的镜头前，很成功。台湾只有请嘉宾的名义，一百第四台湾得到100公尺金牌的杨俊翰，韩国一海打破亚洲纪录的哈达西表彰选手长久存在点呢。是因英雄魅力连上板球都宽度空贴，宽度按到民众提前从支持，一路选手都动感通。当然很感动啊，谢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啊，真的很感谢他们，谢谢。你的后盾在这里，自己的体育自己救。在现场听到的气氛当中，史泰云比赛以前是去拍影片批评球赛协会现任吴广东的台台球赛五王邓胜秋，黑底顺风发起快闪发通，呼吁政府要加加推动体育改革，好不签署做得转型变成绩。然后我自己当然会很希望选手在选训啊、遴选标准这些跟比赛训练有关的事情是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开，然后一个合理的选拔方式，对。两公里按从全五行点半钟，一个线数涨到的，特别是政府工程，同特别是种高温在上部破树行风气态，一种速度影响是的反应。所以一种游行发通是不外界批评政府头摆根本唔重视体育，宽度线数由按好成绩就点点外向公路。不过下摆还能有一多民众当当对国外转来看比赛，大鹏运动比赛扭转长途，台湾人也卡团结。客家新闻陈英林陈州台报头。